襲擊你嗰班人，隸屬國防部國際間諜科。點解佢哋要捉我？希望喺你身上面揾到高橋。高橋利用黑幫嘅勢力嚟掩飾自己嘅身份。呢件事越嚟越離奇，日本不宜久留。李慈小姐，連人哋喺邊你都未知喎。我找到他才得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晒了。这件事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现在我们搭上一只船。美国领事馆将件事升级为外交冲突。